纽约是无人机的禁飞区，所以想要航拍的唯一方法就是坐直升飞机。今天呢，带您体验一下纽约最贵的拍摄机位，$1000飞30分钟无门直升飞机的真航拍体验。没想到啊，之前随便找了一个晴天预定的这次飞行，哎，还居然就碰上了2周之内唯一的一次日落了，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别说拍出来的效果了，就光拿眼睛看呀，当天的风景也是美得不得了。在空中的视野呢，果然非同凡响，和平时在下面拍城市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整个曼哈顿尽收眼底，那些著名的建筑和景点从空中看呀，也都有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您还真别说，这航拍呢还真上瘾。刚一起飞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，拍着拍着啊就沉浸在景色里了，恨不得呀每天都能来飞一圈，全程飞行时间30分钟。其实这30分钟呢比想象中可要短得多得多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有点意犹未尽啊就要返航了。下面呢就来分享一下本次拍摄的成果和经验吧。在这次航拍前呢，我查了很多的资料，能够找到关于直升机航拍纽约的有用信息呢，非常的少，几乎就没有人分享。但是啊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，想要提前知道带什么镜头合适，相机的参数该怎么设置等等问题。毕竟花这么多钱飞一次呢，不想带有任何的遗憾，肯定是想要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。所以呢，我就来把自己的这次拍摄经验呢总结一下，并且分享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下次呢，如果您有机会体验航拍的时候，这些信息就用得上了，快点收藏起来吧。飞之前呀，我计划带2台相机上去，一台呢用1024的超广角，另外一台呢用70-300长焦。因为呢我在网上看了好多建筑特写的航拍照片，自己心里特别痒痒，也特别想拍。但是后来呢思来想去，犹豫了半天，觉得呀还是别太贪心了，第一次保守一些，求稳。最终呢选择只带一台相机和1655这个中焦段的镜头。理由呢是这支镜头的光圈啊相比较来说稍微的大一点，最大光圈 f2.8 在暗光下呢也会比较有帮助。16毫米等效焦距24毫米的广角端呀，虽然谈不上很广，但是呢也应该足够了，毕竟直升飞机和建筑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。用55毫米去抓拍细节特写呢，虽然不会拉得很近，但是拍摄一些中焦段的景色应该呢也是还好。而这些预判也在飞完之后验证了我的明智，如果是2台相机呀，真的忙不过来。因为直升飞机呢是在不停地移动的，移动的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快得多，哪怕是在悬停的过程当中呢仍然移动得非常快。
最终我一共拍摄了408张照片，选出来的成片呢有104张，成功率将近1/4左右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。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呢，104张照片当中啊，有71张都是来自于16毫米的焦段，另外大概有20张呢集中在30到55的焦段之间。这不禁让我去思考，如果当时我带的是这个1024的镜头，会不会更合适呢？从拍摄的照片当中来看呀，有一些场景确实如果是更广的话可能会更好看，但是也有个问题会同时存在。在我拍摄的很多张照片当中呢，实际上已经把直升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和脚踩的栏杆都拍进去了。如果焦段大于16毫米的话，直升机入镜的几率呢就会变得更高。所以这么看来的话，16毫米等效焦距24毫米的焦段呢，似乎是直升机航拍的最佳焦段。直升机在飞行时的抖动，再加上无门直升飞机啊，风力巨大，为了保证稳定性和清晰度呢，我最终选择了1/5秒的快门速度，在16毫米的广角端拍摄呀，绝对够用。1/4的成功率也证明了这个快门速度在1655的焦段下呢，它是非常的可靠的。如果是使用长焦镜头呢，我估计最少要提高到1/1000秒来保证稳定性。如果是70-300的300端呀，可就要更快了，简直不敢想象。当然，要是镜头和相机都有防抖的前提下呢，这个数字可以往下稍微的降几档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，就体现出了防抖的重要性了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我的机身和镜头呢都没有防抖，所以使用中焦段去拍摄呀，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择了。说实话呢，我对本次拍摄的最低要求就是千万别拍虚了，只要没虚，其他的问题在后期都不是事儿。选择在日落时间拍摄呢，我就预料到了光线会比较暗的问题，特别是太阳位置降到了很低之后，曼哈顿的东边呢会非常的暗，而事实正如我所料，甚至啊比我想的还要暗。所以在起飞的时候呢，我就使用了光圈 f5.6， 最后在太阳落下之后呢调到了 f2.8。 从统计的数据上来看呢，104张照片当中29张来自于 f5.6， 32张来自于 f2.8， 其次 3.6 的光圈呢也用了很多，21张。所以在日落光线下手持相机并且想要保证1/5秒的快门速度啊，就只能牺牲一部分景深了。好在拍摄的距离呢还比较的远， f5.6 的光圈呢基本上可以拍出很好的效果， f2.8 的时候啊，画质就开始明显的下降了，但是整体来说也可以接受。 ISO 呢我选择的是自动，也就是 A 档。在富士相机当中啊有一个 ISO 的限制，进入拍摄设置这个菜单，选择 ISO 自动设定。我呢当时用的就是这个最低 ISO 160，最高不要超过3200的这么一个设置。从统计的数据当中呢可以看到，其中93张照片啊都用了这个3200的 ISO 了，可见环境的光线呢是非常低的，并且啊3200是我设置的最高数值，也就是说就算拍出来欠爆了，相机也只会使用到3200的 ISO。 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把噪点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，3200呢是我这台相机最高的可用 ISO 了。在拍摄前呢，您最好去做一些实验，看看自己能接受的最高 ISO 是多少，要对自己手里的相机呢更加的了解。最终拍出来的照片呢毫无意外噪点非常的多，但是呢通过后期的噪点控制，这样的结果呢我也算是挺满意的了。
由于直升机始终是处于一个移动的状态，所以我采用了 AF-C 的持续对焦模式，对焦点呢也选择了多点的区域对焦，放在取景器的最中央，这样呢即便是在移动，相机啊也会持续的追焦拍摄，而大多数的建筑呢也会出现在中央的位置，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完全不需要去改变对焦点的位置，这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关于对焦点方面具体的操作科普呢，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发过的对焦模式和对焦点那个视频。我呢并没有采用高速连拍的拍摄方法，但是在拍摄快结束的时候呢，我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。这几张自由女神呢是通过高速连拍进行拍摄的。如果您担心自己端不稳相机，怕错过一些瞬间，当然呢可以选择连拍模式，但是呢也别忘了高速连拍啊很占空间。像我这个 64G 的内存卡呢，它可以储存1000多张照片，我呢拍摄了将近有一半，408张。如果全程连拍的话呀，它肯定是不够用的，所以呢推荐您至少使用 256G 的内存卡。高速连拍的另外一个致命问题呢，就是在后期选片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选择恐惧症的人来说，从30张里边去选一张实在是太为难我了，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，高速连拍并不是非常的必要。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拍摄几百张照片，电池续航的问题肯定也是一个顾虑。好在实拍下来，我的电池啊，连一格电都没有掉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您完全不需要担心。相机背带呢是肯定要有的，但是别拉得太长，因为风力呢真的是超级大。每一次我试图想要把相机探出去做一些俯拍的动作，都会感觉巨大的风力呢可以把我整个人拉扯出去。虽然有各种的保险措施，但是那种感觉呢真的还是挺害怕的。如果用手机或者是运动相机去拍摄，直升飞机的公司呢会发一套安全绳和手柄，但是呢由于手机和运动相机本身呢就很小很轻，伸出去之后呢会被拉扯的感觉呀比相机还要严重。我呢本想模仿一下人家网红拍那个双脚飘在空中的那种照片，结果呢也只拍到了自己的小短腿，因为真的伸不出去太多，感觉自己呢随时就要被吹飞了。所以啊我全程基本上都是双手紧握相机顶着风按下快门的，所以没有拍虚真的很幸运。在整个的飞行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是非常忙碌的，当然也加上这是我第一次飞，明显就感觉自己这个眼睛跟手啊就不够用了，风景太美还来不及欣赏，拍摄构图呢完全没有，只能是看见了就赶紧摁快门。而且这个直升飞机啊，它一飞起来依了歪斜的，我这刚构好图，它一转弯我这就变斜了，所以后期照片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需要二次构图进行裁剪的。竖版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啊真的很难去构图，除非是近距离拍摄单个建筑，所以全程呢我也就只拍了这么2张竖版照片。这次航拍的体验呢非常的难忘，在空中拍摄呀和我平时在地面上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没有了三脚架的支撑呢，手持相机在运动中去拍摄日落确实是个巨大的考验。有防抖的相机和镜头呢会很有帮助，拍摄视频啊必须得上稳定器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多穿件衣服，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，冷得不得了，要是冬天拍摄呢就更可怕了。选择在日落时间去飞呢还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，虽然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例如光线暗、噪点多等等，但是看着日落的光线洒在整个城市的上空，就算不拍照也是一种享受，真的是太美了。本次航拍体验呢是租用的 Fly Nion 的直升飞机，最近啊正打折呢，我就赶紧去体验了一把。平时不打折的时候啊还真舍不得去，打折呢其实也是个促销手段，到了现场呢工作人员会拼命的促销升级产品。我呢本来是买的15分钟的，结果最后加钱飞了30分钟。不过事实证明呢，
这个钱加的还是挺值的。最终乱七八糟啊，加在一起花了不到300吧。所以如果您看到它写的是88起飞，可千万别天真的以为这就是您最终付的价钱了。日落呢得加价，加时得加价。由于它距离市区非常的远，地铁 pass 加上打车，这一趟的成本还真不低呢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的追光笔记，我是艾莉。下次拍摄呢，我再来记录和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每周分享一个关于旅行摄影相关的视频。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，更是思路和习惯。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，欢迎关注和加入。